晚安，大家好，欢迎收睇呢个隔夜飞越钱财经，又系我西荣咧喺夜晚同大家呢个每个礼拜最受欢迎嘅节目同大家见面啊！喺呢个环节入边咧，会同你睇下用建制财马 app 大手升跌功能咧，一齐睇下咧有啲乜嘢隔夜飞大户落咗你唔知啊！因为成日匿埋啲 Q 位置 Q 格位咧，唔系真系咁易望嘅。好啦，未讲之前咧，希望大家咧喺右手边订阅我呢个西荣香港人财马频道啦，揿粒四星珠就可以啦。咁事不宜迟，即刻带大家睇下今次有啲咩大手落飞啦啊！晨早咁见到头场五班都有啊！哇，竟然有二位太阳战马，太阳战马仲要一胆两脚拖合金之星添，咁冷波合金之星我都有四选之一啫，唔使惊啊！最善积福咧，呢啲唔知系咪送佢一程啦？五班底嗰啲又系有几万蚊飞啦，咁睇下系咪啦？呢场都似系混战噶啦，后面凡哥儿啊买 pace 都系丽飞嘅啫，好好学习知道必胜。星云蓝雀，哇，全部都系我啲马嚟嘅吓，唔通真系投买咗坚仔嘅呢个大户咁得意？咁啊，二进咧 win 票正常啦，合理嘅马嚟嘅。月丰泰咧都系有啲鬼上身味道，有丽飞唔出奇啊。超速冠军名区啊，果然有特醒呢啲咧，都系正路马啦。加州十大有人买咧就奇怪啲。至于咧六亿船，哇，真系想话打比赢梗咁攞入场券啊，唔一定得嘅吓，买74000咁多。后面咧开心威龙大冷门有人买，嗱呢只真系要留意啦吓。恋在你心咧就正常有位置飞丽飞啦，后面咧街景福星年年欢乐同必长胜都系正路位置嘅丽飞啫。去到最尾啦，加洛飞区有人买 Win， 哇呢、這个人真系好勇敢啊！就算系丽飞咧都要拍下手掌啊，真系犀利。好啦，咁今次咧就系讲住咁多俾大家听先啦，稍后咧会有更加多啊，听日有大仓南北同我做 live 啊喂。同大家见面嘛，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多谢收睇隔夜飞越钱财经，我哋听日再见，拜拜。以上马匹都要介为赛马会评买人，彩前盘落可以急升或急跌，投注者可能蒙受投注全部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投注涉及风险，应该评估马匹所涉及风险同细月建制赛马 app 大手升跌。最后咧见到咧，即系有好多马都落飞咧，嗰啲场合通常都系乱局嚟嘅。咁有啲咧就喂，我睇好嗰几只乜太阳战马、黄浩南嚟嘅，都有人买咧，证明都有啲信心吓。咁希望咧到时咧即刻大手升跌同大家见面。咁听日咧早啲啊，开啊，唔好迟咗啊。咁啊12:30同大家见面，到时再见，拜拜。